最近陆续有仿冒的蚊松销，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啊，制作蚊松销是非常困难的，就是说它每一个音孔都要调到重叠，而且可以浓淡层次很流畅啊，音也维持准确，所以这个不是外面的外形，而是主要是它本身的内涵、音色跟性能。那所以它制作上工本很高，所以说它的价位不便宜。虽然一概声称就是说不太做了，但是呢，如果真的校友很需要的，我还是会持续在努力的。那主要在音色上、音性能上，浓淡每一个音孔都有，不只是统音。每个音孔都可以浓淡。还有层次。